Woke up feeling real good today. Yeah, my skin's got a really nice glow today. So I'm about to go and show it off. I'm enjoying my company, and you know what's sounding like fun to me. It's not answering any of your calls. I just wanna take it easy. Maybe act like I'm from the city. Don't bring me your problems. I don't want neither.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看足球赛，就是我们来看那个欧洲杯。2024欧洲杯的预选赛，今天是法国和爱尔兰，对吧？朋友们，今天晚上我现在要出发去看 Twins 的演唱会了，然后是我最喜欢的女团，没有之一，然后就超级激动。我今天穿了一个很甜美的一身，感受一下这个 OOTD， 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买了 FORCE 的区，然后我没有就是提前去排队的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可能希望不要遇到前面有太高的人挡住我。家人们，我惊了，这人也太多了吧！你上了绿了。家人们，这队也太长了吧！我也没票。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头在哪儿，我刚排错了。哇！哇！我已经站在最后面了，完了。Thank you.
但是他们没有唱到 TT， 我真的很难过，然后就啊这就完了，现在嗓子处于一个很沙哑的状态，耳朵也听不见。距离上一次记录已经有快要两周了，因为我上次开完演唱会就阳了，就二阳了，然后就从开完演唱会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开始就发烧，然后咳嗽还有流鼻涕，然后这一次症状比我第一次就是阳的时候症状还要严重，所以我就两周都没有怎么出门了，就除了出去超市买点吃的什么的，然后就没有再出门了。然后今天因为天气比较不错，然后我恢复的也比较好了吧，就是因为我这两周真的就是没有一天睡过一个整觉，就是都是会被咳嗽咳醒。然后你们看我的眼袋是不是超深，整个人超脆弱，然后嘴巴这块也起了那种疱疹，就上火啥的。然后今天好不容易好了一点，然后一会儿就去公园里面晒晒太阳。
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然后因为我很久都没有去逛街，然后今天想去马黑区转一转，然后晒一晒太阳，然后就一个人闲逛一下。看一下今天的 OOTD， 然后是我最近很喜欢的风格，就是有一点复古，然后里面是一个毛背心儿，然后白色的裙子，然后跟里面毛背心比较搭的这个外面的外套，还有帆布包。I go to Père Lachaise and I'm going to take the line to回家，现在天已经黑了，然后我今天买了一些东西，然后想来分享一下，但是没有买很多，都是一些小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买了欧缇丽的这个面霜和这个精华，因为我最近有点比较想试一下法国的药妆，因为我之前都是买的就是比较正常就大家都会用到的那种牌子，像兰蔻呀或者是科颜氏的那种，然后现在就想试一下药妆它的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而且药妆比较便宜，就是比平时的一些牌子便宜嘛，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精华，它是抗初老的，然后我当时去那个药店，然后人家给我推荐的，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霜，但我觉得它这个 size 有点小啊，虽然它一个只要30多欧，但是这个霜才40毫升，然后这个精华才30毫升，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比那些牌子其实是差不多的我觉得。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就是因为我的洗发水用完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新的，这个是康中文应该叫康蔻吧还是康什么，然后我就买的这个防脱的洗发水，然后我长时间用了，我觉得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之前脱发就很严重，因为你知道欧洲的水质比较硬嘛，然后但我长期用了它，用了有1年多吧，然后现在脱发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还蛮有用的。还买了两个丝巾，是古着的，一个只要3块钱，3欧。然后我本来一开始是看上了这个丝巾，是黄色的，因为我秋冬穿这种卡其色比较多，然后想说买一个卡其色系的，然后比较好搭配，而且我没有这种大一点的丝巾，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之前知道一个古着店，它那块有一筐丝巾，然后我就专门去那家淘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配白 T 或者别的都行，就纯色的，然后就很好看。 OK， 我把那个背心脱了，然后这样看就比较直观，我还挺喜欢这种丝巾的。
然后就很秋冬，然后外面搭西装或者是休闲一点的风衣，我觉得都可以。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一个蓝色的，因为买这个蓝色主要是因为凑单，因为它必须要5欧才能刷卡，然后我今天因为没有带现金嘛，然后我就，然后那个老板说，那你再去淘一淘，然后拿两个。但是我很喜欢这个上面的花纹，它就不是很重复的那种，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因为蓝色也比较百搭嘛，然后像穿黑色呀或者是牛仔外套的那种我觉得都可以，就蓝蓝就浅蓝色其实很显白，然后很显气质的一个颜色，试试这个也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是更软一点的，我觉得比刚才那个材质的效果还要更好，这样也很好看。今天两个都很成功 OK，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买的所有的东西，然后也算是收获满满吧。然后九月的最后一天就这么结束了，然后明天就是10月1号，希望一切，希望我的运气能好起来。然后那这支 vlog 就这样，拜拜。